大家好，我是 Achar。 今年过年回家聚会的时候，发现了多了两台华为 Mate 30手机，一个是标准版，一个是 Pro 版，但是他们只会用手机，没做任何优化，估计也是不会优化。还有一台是华为荣耀 Note 8，我用的是 Mate 20，系统是 EMUI 10。我的手机优化思路是，主要是通过关闭一些不需要的功能，来降低内存占用，从而提高手机的反应速度，降低电池的消耗。还有就是通过一些设置，可以提高视觉、触觉以及交互的感受。我们先来看看华为手机如何节省内存。首先要先看到当前手机的内存占用，在手机的桌面双指捏合，然后打开下面的第二项窗口小工具，向右滑找到一键清理，把这个一键清理按钮拖拽到上面的桌面里。这个一键清理图标上面有一个数字，现在是53%。我这个手机一共有6G 的内存，现在被占用了53%，3G 多一点。现在在录屏，如果不录屏的话是50%，录屏多占用了3%。简单的可以这么理解。根据我的使用来看，50%左右是正常的。如果长期保持60%以上，甚至70%。那么手机会因为剩余的内存太少而导致程序卡顿。有人说，点一下这个一键清理不就可以了吗？其实不是这样的，一键清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。即便点击了一键清理，这个内存数下去的也很有限，有时候根本下不去。就算有时候下去了，用不了多久，内存占用率还会上来。下面给各位小伙伴分享几个方法，通过关掉一些用不到的服务或者应用，让手机后台的应用或者服务占用更少，这样不仅可以节省出更多的内存给前台的应用，还能让前台的应用执行得更流畅，还能更省电，因为后台运行的程序少，耗电也少。一共有4步操作，第一步操作是关闭华为的智慧能力，在设置里找到最后倒数第二项系统和更新，也是倒数第三项有一个华为智慧能力，把这个选项关掉。关掉之后要重启手机，这一项根据我的使用经验来看没有什么用，白白的占用内存。关掉这项不影响手机副仪屏的那些重要信息，比如停车位置信息还有快递信息都可以正常使用。第二项呢是拍照的时候关闭 AI， 我现在这个 AI 是关闭状态，关掉 AI 也可以节省内存。我以前特别喜欢 AI 的调色，现在可能是看腻了，感觉 AI 的调色有点假，最近回归了普通拍照模式。第三是关闭应用市场，应用市场里面有一个自动更新，进入应用市场之后点击最右侧的我的，然后找到设置，设置里面有四项， Wi-Fi 闲置时自动更新关掉，应用自动同步关掉，应用更新提示关掉，还有消息提示也关掉，关掉这四项。手机里的应用经常出新，平时的小版本升级不会带来什么特别大的变化，建议呢一周或者是一个月手动点击一次全部更新，因为这个安装更新会导致手机使用卡顿，不信你可以试试，在更新一批应用的时候，或者在安装应用的时候，再打开微博、微信之类的应用，会明显感觉到卡顿。另外，这个大量的频繁的更新也会消耗不必要的电量，比如有一些应用今天更新了，过两天还会更新，过两天还会再更新。那么比如说我一周只更新一次，比一周更新3次要省一些电，
除非有特别必要的大版本，可以单独手动更新，一般情况下我都是关掉的。第四项，关掉几乎所有的应用启动管理，也就是自启动。在手机管家里，手机管家最下面中间有一个应用启动管理，建议把这些应用都关掉。应用的自启动会占用内存，有些视频或者音乐需要后台播放该怎么办呢？如果在这里关掉那些音乐 APP， 我们在后台听歌的时候有可能会被杀掉进程，这样很不方便。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，选择批量手动管理，每一个应用后面有三个选项，一个是自启动，一个是关联启动，还有一个后台活动。比如哔哩哔哩这个，我给它勾选了后台活动，还有豆瓣 FM， 还有牵牛，还有 SSR， 这几项我都是给它开启了后台活动的，否则它会被华为无情的杀掉，影响使用。通过以上这四招，可以让你的手机内存占用率明显降低。